始吗？哎，开始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没？天气很冷哦，因为天气很冷，我那个要求多一点。原谅我，又下雨又冷的天气，我需要500人，500人我才要去往前走。其实我一楼已经看完了，我现在往2楼走。嗯，这里是一个还蛮大栋的，算是度假村吗？社区吗？好像度假村社区之类的。嗯。为什么人数还往下掉？没有秒，而且我只看得到我自己的帽子，发生什么事？还在帽子吗？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冷哦。有呢，你看我穿的，我已经穿的那个长袖了，还加外套，也是蛮多的。告诉你们啦，很生硬，凉上加凉啊，对，很凉。不过一直没有过300，糟糕了，我是不是今天不用看景？昨天有淘宝的杂音吗？是说昨天在灵堂那一段吗？因为后面一直有那个，就是那种念经机一直在重复的一直播放，有人在念经，可是那念经不像我们一般的念经机是录很固定的音频，他那个感觉像是有人自己录音录好，然后自己念的。广播的声音吗？我是进去是，因为我那时候白天去看景，我就听到里面有声音。我跟摄影师，我跟那个两个人就卡在门口，就说有人哎，要进去吗？因为灵堂有人还蛮惊悚的，就想说哎，或者是有人在干嘛，办丧事还是什么？那要不要进去？可是我那时候是白天，然后我们两个考虑了半天，然后就走进去，走一走就发现，哎，那个声音从那个神桌上面传来的。那神桌上面就是有一个神主牌位，然后上面就有放了一个那么这样大概这么小的那个念经的机器。然后想太诡异了吧，念经机，就算你之前放，你好歹也要几天换一个电池。好像听说最长就是因为它一直有。这样一直 replay 可能可以放一个礼拜再换电池，可是我觉得一个礼拜应该表示也有人去换电池吧，就觉得啊、还蛮诡异的。嗯，是吗？目前没有开放，因为还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大家说没关系，我可以自费，但是就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还有一些零零杂杂的事情要处理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不然那个。人数一直进不去，糟糕！我是不是就不要进去了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人数336，329，我看到337了。哦，这里是一个非常比较居家型的，这里面有房间。我们其实，在楼下就已经看到一些还蛮奇怪的东西，而且我有看到一个，我自己觉得还。蛮不寻常的东西，对。然后，所以我就又上来看，卡住了，有吗？看得到吗？里面好像是一个和室房，有没有看到？和室房，哦，这只是其中一间哦。我后面里面有一整片，就是它是这一层里面可能有7-8间有吧，可能7-8间、10间之类的，所以其实还蛮大的。所以你看它这门都其实都已经，你看它墙壁有够斑驳的，你就知道它是多么的。这一间是合适房，楼下也不是，楼下都是还蛮正常的房间。这是哪里？就我们不讨论地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星期六都去吃饭了。对啊，我也知道啊，我其实肚子也好饿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出完外景，回到家弄一弄，大概也3-4点了，然后
就睡觉睡睡睡到一觉下午起来就又要出来看景，因为我下礼拜的点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我必须要来看景。有点久远，对，历史还蛮久远的。嗯哼，500会不会太多了？好日式，已分享，对啊，拜托大家了，不然我走不进去呢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被卡在这里，声音哎，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不是车子的声音。现在好像有声音，你知道，我在这边其实都是比较怕遇到游民或是之类的，就是我还蛮怕的。嗯，会小心，遇到人我就会想，金龙鬼屋可能第一个它封的还蛮死的，第二个它有一个产权的问题，我们不想要自己制造麻烦。比较恐怖，日本没有啦。我觉得当然可以出国，那是另外一种氛围，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、不同的环境。可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，就是可能语言跟宗教信仰，或是整个建筑结构，或是整个背景故事会比较雷同，大家的认同度会比较相似。嗯，哇，400了，432，快了，425，好，为了。蛮为了庆祝400，所以我决定走到房子里去。这间好了，真是蛮漂亮的。这是一间厕所，那厕所蛮小的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哎，还有浴缸哎，哎，等一下，浴缸里面有，怎样？浴缸里面有白白的东西的，在这边，你从门缝看，有没有看到？门缝里面的浴缸是不是有白白的东西啊？是天花板掉下来吗？我想为什么是白白的？嗯，笑我笑。可是下面有白布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不是天花板哦，是里面的天花板掀开下面，好像是窗帘布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500了，嗯，对，是窗帘吧？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边有一个钱包，然后这边你看还有这个，这可能以前是个住宅吧，我猜，因为这样就是有人按电铃的时候可以收这样子，我要拿起来听一下吗？没有声音。有声音就吓人了。这边还有椅子，这边有信，他们以前留下来的信，麻将盒，很多拖鞋，然后这是日式的。等一下，先进来这间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来了，哇，好大！这个真好大，你看它的那个。里面还有床单呢，有没有？再一次，这里是有棉被，还有感觉像是睡衣的那种，就是罩衫，就是可能你去住汽车旅馆，他会给你的那种睡衣啊。床缘，就是可能这里以前是床，然后，对啊，床头柜，然后床就很直接的就留在这个地方腐烂了，然后它的窗帘，然后它跟隔壁间应该是用拉门隔开的吧？哇，这钢筋都露出来了耶！
真的蛮久了吧？小心小心，地上那个，因为它是木板的，所以其实走路有时候不是很确定。因为也是一张床，所以它可以把它隔成两间房间。它这边是有点圆弧形的，因为我刚到外面看呢、啊。你看这边，这是个灯。刚看这个抽屉的灯还蛮完整的哦，灯罩在下面，灯罩在下面。对啊，感觉像有东西掉在那边。然后，因为这我们刚到外面看这边，最两边是圆形的，有点像城堡的造型，还蛮特别的。对，好像这有两左最左边跟最右边有两间，就是整个上去都是圆形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点造型，跟早期比较特殊的。一些设计的东西，来看呢，日式拉门。刚刚在讲日本很恐怖，就出现了日式拉门。对，我是觉得日式拉门它有，就是比较特别。哎，这木头不错，是好的木头哦。因为它味道闻起来是很香的木头的味道，不是臭臭的，是有像块木还是什么有那种味道，是感觉很好的木头做的。而且它这个其实也都还蛮坚固的。其实它整个设计，你看它连木板，因为像我去过很多，它木板的灯都是已经可能会脆掉，或者是烂掉，或是踩上去就是整个已经就是风化了。所以它当初用的木头跟它盖的整个质量其实是蛮好的。那个风声有点大，好像有人在咕咕叫的感觉。窗帘，它里面整个环境其实是蛮小间的。这一间来说，就是可能就有一个进来的小客厅，里面放个电视柜，然后两个房间，可能是四人房，然后就一间住两个人。我觉得应该是度假村，因为楼下是餐厅，所以我想应该是度假村没错。为什么不要在和室里？和室里有什么的吗？我往外面走，因为超过500，所以我带大家去外面看一下这一层楼的大概的状况。就是那个消防灯，如果就是当初还有在使用的话。啊，消防灯很多的，你看这边有房号哎，2001到2006，所以这里应该就是饭店。然后来站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周围长廊，晚安哦，你看到很长的长廊，应该没有地址吧？这不是很长吧？好，这边哦，那个化妆台。然后再过去又是长廊，但这边比较短，那边比较长。来，帮我看一下。啊，怎么了？晚安哦，大家晚安。这里应该是饭店，是饭店，一楼是餐厅，然后楼上是类似像度假村饭店之类的，然后梳妆镜。最害怕，有点像日本的公寓，好像是。我觉得他可能当初设计是有点那个。消防灯怎么了？还在 life 是啊，就不要问这里是哪里了。对，我们出外景通常，就不要讨论地点了，就是为了，不会只为我们制造麻烦。对，不好意思呢。对对，没看到都没关系，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去探险不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，我们只是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这样子的气氛。桌上的脸，是因为我穿绿色的衣服吗？不要这样，马来西亚、哦，经费的问题，你要拿那个吗？稳定器吗？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还要打，从开始。我没有在做任务啦，我来看景啊！你叫我做任务，会不会太 over 了一点？
我现在是给你看一下，对，是化妆台，是。我现在打横的话，现在打横我不知道哎，你要自己用一下。有一些是网友推荐的地点啊，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上网，我当然还是会上网去找。那或者是有些朋友，认识的朋友推荐的地点。哦，你按到了，不能旋转。装置直播无法携带手机。对。可以，不好意思哦，好。那。你只能直的了。直的没有办法用那个平衡器，不行。稳定器不行。他想要拆掉那个壳。那你先这样好了，慢一下，就这样吧。只是你手会比较酸而已。我可以停下来再折。六百四，有，我们有在走。胸口有点闷吗？那你要不要先深呼吸一下？对，啊，镜子左上角有什么吗？看完场地没有呢？我晚上还没吃哎，不要这样。我也很想要去泰国啊，就是经费的问题。人数往下掉了，大家是没有看到新的地方，所以就一直往下掉嘛。吃晚餐，吃晚餐，是的。哦，五九五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再弄一下机器，因为进来中有小孩，没有小孩。镜头有影子，是不是我们的影子？啊，继续吧。今天哦，我刚刚看了一个，不行。我刚刚看一个，不行。然后这是第二个，希望。哦，这应该是可以啦，就是我只是要看清楚他要怎么规划的。这蛮帅的，我们先走到底好。这栏杆都被拆了，这直接能看到下面。哇，这间有点危险。请勿在床上吸烟，住宿时间中午12点到隔天中午12点，休息时间不超过3小时为准，超过时间另加费用。顾客如有其他需要，请通知服务人员。他上面有那个名字，不要拍到，上面有那个其实的那个饭店名字，好几万，对，因为他应该有东西，这个也是最便宜，没有，屁股伤。所以它这边也是有点圆形的，所以这也是最边间。它的最边间好像都是半圆形的，就它原本的设计，就是最边间是半圆形的。没有热水桶，真的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从细缝偷看一下里面，哦，没关系，但是它有那个梳妆台，它的那个也没掉下来，然后那个刷牙的那个镜子还在。
是不是？把后面扣起来。好，等一下。把手弄掉了，不要怪我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它可能卡得太紧了，所以我有点打不开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太用力了。这个那边，有听到声音吗？你听到声音吗？那是你们突然关起来的声音吗？摄影师突然拿起了一根管子，他遇到人，其实，我的嘞。声音吗？可是因为刚很大声，然后接着就嘟嘟嘟嘟嘟，我不知道是雨声还是有人要过来的声音。你听到吗？有声音对不对？有声音吧？不是我自己想的吧？那我去看一下。我先把这边看了。好，上面倒很严重，上面倒危险。那应该让摄影师走前面，这样我比较安全。你走前面，打呼声吗？间看到在楼下啦，有看到类似像游民的痕迹，可是呢，日期它有日历，大概是已经90年嘛，2010年，6年前，7年前的事。对，这里。是门没关好，风吹的，有可能啊，只要不是人就好。没错，打过我房。太细了，他说你那边太细。啊？有总比没有好啊。就是太细。就是测试说
这根棍子太细了。嗯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放置。这里有那个，这是行李袋嘛？然后这有棉被。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衣服。这是有人住过的痕迹，可是就算游民走的时候，应该也会把衣服带走啊。他为什么衣服都不带走？哦，请你在直播，他在日本嘛，他很辛苦，感觉起来。说话声太小声，没有，因为我离那个镜头有一点点距离，我如果贴很近，我看你都看不到。就我通常我们走都会前后走，就是我走到前面看一看我想要看的东西，然后摄影师拍他自己想要拍的东西，这样子。这个大二，这个你看啊，这边有，哎，这是睡衣那种红色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他们遗留下来的衣服，这些满满的衣柜都是满的耶。嗯，有人脸哪里？然后这边有他的床，三人床的感觉，床垫。然后他的床垫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又是梳妆台。这边有一个很像柜子的东西，然后这边有一些保养品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烟灰缸，这里有一个。很多片的拼图，就是那种一两千片的拼图。然后地上是一个是什么？是留下的药，好像是生活物品。就这里之前是有人住的耶，印章、卫生纸、砂糖，就感觉像是有人，不是饭店，是感觉像是有人住的。住在里面的感觉，后面有个小阳台。嗯，玩奇妙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这玩具狗也太脏了，对不起。窗户上有影，有什么影？不能讲哪里，对，请不要，就算知道也不要说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了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怕我到时候外景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，或者是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子，如果大家知道就不要说。这柜子里面有东西，要开吗？现在不要攻地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先快速的看过，我先带大家看，其他细节自己再来看好了，因为我看景会看的。还蛮细的，就是一间一间一间。再去一间，刷刷了。人住的房间，都是满满的衣服。奇妙，我不太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快速。我开不开。要不要你来开？好，先我跟你讲，不好意思。这间烟水，这间烟水，里面烟水，用要把
房有钢筋，应该是吧、啊？这间里面好像，这间柜子里面没有东西。有衣架子，衣架子上面有个黑黑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你有看到吗？是椅子吗？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这个门感觉是蛮干净的。嗯，之前有人住过。嗯，不行不行。你看里面那个布，它刚怎么吹起来？我看到。是没有东西的，是没有办法推开或拉开。这些还蛮小的，为什么这些那么小？拜托，不要再问在哪里了。对，千万知道也不要讲是在哪里。然后。讲话小声是因为我离镜头很远，我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卡在镜头。大家想要看我的大脸吗？应该不想要吧？应该是要看环境或是外面的状况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我大脸没那么好看哈。这边有电梯，所以它当初是有电梯，因为它楼层它虽然是四楼以上，你换了一只大只的。哦，好。太大了，米味好重，应该感觉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人打开它了，因为风很大，所以它应该会自动关起来。这些还好，没什么东西。都有
盖住。哎，这个电视好大，老旧的电视。这个应该有32寸吧？以前的那种传统的电视，体积好大一台哦。它写超环绕音场。High bass， 是，感觉当时应该是还不错的。嗯，这是马桶吗？马桶为什么搬家了？当过债务的查封，民国91年的事。怎样？大家对你的那个很有兴趣吗？法拍屋，它应该是被查封，但是应该也没有卖出去吧？就废弃了。当打 CS 对吧？为什么拿棍子？为了安全。因为你怕遇到人，哇！这间是游民的家吧？都是空的，有些 CD 啊，有鞋子，镜子，等一下，里面有照片，那个我现在没有办法打马赛克，所以先不要给你们看到好了，对。5566的 CD，嗯，没看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只看到陈美凤的卡带。嗯，这个很像是垃圾，做垃圾分类。不要再玩棍子的啦，这里好像在做垃圾分类的。他收了好多东西哦，你看里面好像都是垃圾场的感觉。有没有枪？我要换枪。什么？还有个草席耶。哎。有没有看到？那是草席吧？垃圾堆，真的很像游民的哦。这里面还有脚踏车，都是脚踏车。那我可以变侠盗猎车手吗？因为小朋友的椅子。嗯，哎，平底锅在哪？
哪里？棍子长度比较长，比较好打。对。制作人表示欠打，对，你在那边玩的话，我就觉得你很欠打。好多衣服，对，可能他们是收集来的吧，我比。哎，这个是。欠款，里面是蟑螂吗？嗯。我看到一张欠款通知书，这边不要上面有名字，对，就是欠钱没有还的感觉，就是被人家催账。格局是大同小异，就是里面的东西的差异而已。对啊，我今天直播很长的吧？你有带便当来？你神经病哦！你在干嘛啦？你拿那个假的鞭炮是怎样？请问你拿假的鞭炮是？For what？ 烟雾弹。不是遗照，应该是生活照。对，既然是照片就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先打马赛克，所以就先不要。对，嗯，是，哦，你们现在觉得还好，是因为现在我光开得很亮，但如果其实平常我出外景的光，你把那个光关掉，好，哦，这个光也关掉，嘿，手机这个，很黑呢。嗯，这个光度 ，Hello， 你可以拍我。这个光度是我们平常出外景的光，是这个光度。所以你觉得很亮不恐怖，或是不害怕什么的，是因为你觉得太亮了，什么都看得到。对，所以通常我们出外景的时候，其实亮度不会这么亮，都大概是这样子。就是走在路上，或是你看到身边周围的这样子，对，不太恐怖，没关系，其实就是让你体验一下这个。那因为这个地方我是先来看景，那比较详细的资料我要再回去问提供的那个人，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我不见得会想，就是决定要或不要，我通常会先来看一下，然后。除非有比较大的事件，比如说那边有一个什么意外状况或什么的，那我就知道要看哪里。我就先把我要看的点先问好，看比较细的，比如说某个房间或者某个状况。对，那一般来说我都是先把情况看好之后，我再来决定。对，可以开了。嗯，哎，跟我回家吗？把灯打开吧，对，灯打开吧，可以开了。对，摄影师怎样？看得到吗？没有要开放报名，从来都没有要开放报名。对啊，太黑的话就会感觉蛮会想要自己。对啊，不错吧。我们刚刚是从这边上来，不要开，
看不到。嗯，有啊，我可以看得到啊。可以开灯吗？开啦。我开了，我开了。这是做的帽子哦，因为那是吴尊的帽子，那你要怪吴尊吗？你要怪吴尊啊，这是吴尊的帽子。其实就是你要看就看，我们也没办法强迫大家，对啊，我也没办法强迫大家一定要说好恐怖或者什么，就是我只是提供比较真实的我们比较开心的一些状态而已。跟边边边不一样，就是有两个合适方。边边也是挂了很多衣服在那个衣柜里面，很多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棉被啊、被子、枕头之类的。Yes， 是吧？然后那个好像是他的户口名簿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他的户口名簿。哦，有照片吗？红包。有红包。满满的红包。那可能是过年收到的吧。嘿。然后他这边有一些他的电话簿，他自己手记录的某些人的电话，然后很多名片，散落的名片。生机火灾救命包，救命包，就不晓得，或许是火灾的时候可以用。什么是火灾救命包？这个整间都塌下来了，不要进来好了，因为蛮危险的。这个床板这边的隔音床整个塌下来，我怕到时候走到一半突然塌下来，危险。有打光了，有打光了，有打光了。直播摄影师一直拿着会累，嘿嘿嘿嘿，对。
有人一直说什么不恐怖什么的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别觉得不用看，没关系，可以把它关掉就好了，不用在那边一直讲一些好像风凉话之类的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们来做这个不是必要，或是一定要，或者是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只是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看景的时候，或是外景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状况，对啊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不符合你的口味，你可以选择不要看就好，不用那么辛苦。电话会响？不会啊，我刚刚拿起来，电话是空的，是没有任何声音，连那种呜呜呜都没有，是一片寂静的那种。如果有呜呜呜，我才觉得恐怖吧，因为有呜呜表示它有通电啊，这没有电的吧？你现在拿的电是怎么样？好哦，那我们到线上去了哦，就这样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